兄弟们，这八戒今天又来咱们车库，非要把他这个车开走。咱今天不可能让他开走，这车都卖给我了，是不是？咱们现在有一新车，估计他一定喜欢。不是哥哥，不是干嘛？你来洗车呢是吗？没有这个事啊！你还给我，你现在还给我！这我分期付款买的，你不是分期付款，你是分期载人，你少套着我。不是我哥哥，你今天来我就早就准备好了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新车。早说嘛！你看我们俩还搞这些，你想这个尺寸，换台车开也不是不行。你看。我给你掀起一脚盖头来了。等等等，是不是绿魔？你给完我钱，然后这个车再送给我。先别说话，先看车。他也是有性格的。也是有性格啊。你看，就这个前脸颜色，是不是变形金刚里面那个大黄蜂的感觉？是有点。18寸的这个大轮毂，整体这个前脸是不是运动感十足 ？RS 运动顶级的意思。车尾灯有没有科迈罗大黄蜂的感觉？这什么车到底？不卖关子了。这叫新迈罗 Seeker 雪佛兰的新车，既有跑车的外观动感的这种运动造型，又有通过性。你坐车内我给你展示展示，这个 RS 专属的内饰是不是很运动很竞技？你用心感受一下，是不是美系跑车的感觉？有点。你就看这个双十量无因为这个智慧屏啊，大不大？大确实还可以。天窗大不大？天窗也不小。座椅舒不舒服？座椅我主要替我媳妇试。座椅加热给你打开了，通风加热都可以。我就说过这个车特别适合像您这样的天选之子。天选之子，开起来带你感受感受。主要我是天选之子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试一试，来，你这么说话我就高兴。这个，你就说这个车静音性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有绿膜呀，隔音不错是吧？我再给你感受一下动力，1.5T 加 CVT 这个动力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车7.8秒破百，而且又省油。咱们这个车你今天就开走。怎么样？要不是咱亲兄弟，必须的。那不，就停这就行了。我开走就行。可以啊。啊，就再给你洗个车了。不用。那行，你开走就行。那就这么定。这不是搞定了吗？走了啊，谢谢大哥啊。拜拜。慢点啊。你慢，真慢点开。这个我借的试驾车，我。八戒电话，什么情况呢？喂，哥哥。你有病啊！你这死的。人家给我打电话让我还车。对啊，我加满油，正好你帮我还到四 S 店的试驾车啊。试驾车？你有病啊你！